没有看过，就让我觉得这个场景，有一些粉丝可能会有一次熟悉的感觉，就是很早的 MV， 有一个 MV 叫做《那个他》，也是这样子，就是其实这个故事在说那个他，我到现在失恋到现在，已经四年了，还在那张桌上长大。今天一整天拍下来，就是最大的彩蛋就是那个蛋糕，四周年。如果他不知道的话，其实 MV 里面很多那些灯电灯泡的闪亮，其实在呼应我们的九折的跟不是鬼片，他不是突然闪起来，他就是因为想要让大家知道，谢谢你们为我们打开你们的灯，帮我们充电。所以请各位电灯泡们猜，在这个 MV 里面到底有几个电灯泡？猜出的各位朋友，恭喜你，完全没有奖品可以得到。我们这次导演都有做彩蛋，那这张照片是从缤纷城轨那边拍过来的，到现在所有 MV 都被特写。出来往外看，就是潜台词，对吧？好，目前只想要这样子，这是我们所有 MV 斗赛这个宇宙当中 match。好，现在是放饭时间，放饭时间，看一下我的这个豪宅，豪宅，来，有没有惧高症啊？哇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，小心不要掉。好恐怖，来，我可以拍。我长进。好，这是丰泽四九，看一下。哇哇哇哇！没有，这夸张了。这几楼啊？15楼，很恐怖，就算只是冲动，这次呢？最特别的 MV 是因为目前到现在几乎没有碰到面，所以就各玩各的，他现在正在筹备早班和晚班，所以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尝试。虽然我们是没有见面，但是我们的故事线是怎么讲，是呼应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 MV 里面自己去探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连结，所以导演就用了两个角度去切入，就是说一个人遇到分手的时候一些情绪，待会如果我们更明确后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他多聊。都是我活该吞咽着迁就。做工太兴奋，因为现在是我们在饭店的，是我比不能太大声，但是我杀青，所以现在我把棒交给米酒，那就是饭店经理。是吗？这一次是为什么选择饭店经理？怎么决定？什么感觉？给我全栋全包下来，帮你递的是那个总统套餐。嗯，我做的那我们这边一晚是68美金，刷卡来。刷卡来，62美金，好贵。反正你有经验嘛，这四个角色还好，能上手。65美金，但今天蛮好玩的，因为我大学是读旅馆，虽然我都没有认真在学，但还是相关科系。我刚刚说真的，我知道，可是你是第一诈骗，你说你有厨师执照，你有旅馆，你到底读了什么？都是这样子啊！你大学读什么？新媒体。哇，好像有点关系。我是说没关系吧？对，我是餐饮科，然后读旅馆管理，但我在做音乐，所以今天算是一个圆梦。
没有，从来没想到这样。但很特别，对，因为就是就可以了解一下，就是他们平常都怎么样帮客人服务这样子。然后今天的角色就是怎么讲，就是其实就是饭店一般的这种上班族的感觉，对，跟平常不太一样，因为原来做艺人就是比较是自由业这种感觉，比较没有那么正式。对啊，我觉得他算是比较叛逆经营，因为南点饭店经营不要跟旁边这样讲，我们不行，不行，南点饭店不行。可是我们剧情帅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大家看到这样的饭店经营，大家都想要住到什么？入住就觉得每天一直打电话，我的房间有问题，你可不可以上来我？然后就。九真四周年，感谢金钱的妈妈。结果讲错，感谢电灯泡。讲他是电灯泡的支持四周年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这首歌的点击率冲起来。创作歌手准备要下班，准备要下班。希望这首歌有好成绩，破百万，甚至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跟我们天琪比一比的话，如果真的跟天琪比，如果五千万，你有什么？虽然不太可能，但如果五千万的话。来学一下，我们就包括五天的这个饭店，我们真的是包了。我们包两间送给歌迷来住，两间。我们住庆功宴，包两个人全部包给你。好，哇，来吧，来吧来住。这个饭店很漂亮，包两个人五千万，全包给大家，包两天。整栋，整栋，整栋，认真。五千万应该不可能。包整栋给大家，整栋，整栋。一万，给所有电灯泡。这七万很猛哎！那这麻烦各位电灯泡。希望你们不要打折。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，没有感觉。感谢李九。耶，我杀青了，拜拜。再见。我准备上班了，拜拜。